深圳，听朋友介绍这里有一个钓场，钓青鱼非常的好玩，所以呢我今天就来挑战一下，看看这里怎么收费的。河澳钓鱼俱乐部200块钱回鱼90，300块钱回鱼140，还标鱼，两个玩法。那今天我们玩哪个呢？你好，美女。哎，你好，你是老板吗？哎，钓鱼吗？对对对对，我来这里钓鱼的。我们这里面标鱼确实很多。那好，那我就玩这个。是线总长16.5米。好，那我们直接下杆就行。哦 ，OK。好，摄影师给钱，走了，钓鱼去了。今天咱们选用野桑川龙大物7.2米的杆子，然后我们的线组短杆长线，线组是8.5米的。一会儿看看这个线组我是怎么抛出去的，给你们展示一个我新学的技能。知道这是干啥的吗？一个手拿着线，一个手拿着这个，然后把它穿过来，插到8字环上，把线绷直。3、2、1，走你！哇，好直啊！没毛病，我又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。以后长杆短线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试一试。来，让我们打个窝子，准备大鱼上钩了，开饭了！哇，来鱼了！哇，那是鱼吧？呀，蹭线了！我们现在静静的等待鱼上钩。哇，来鱼了，来鱼了！哎，来！哇，救命！啊，救命！来，他兄弟们。兄弟们，中鱼了！天哪！哎呀，不行！我拔不回来了！我真的笑死了！咋这么大劲儿啊，这鱼！啊，笑死我了！我天哪！回来！看到刚才那个水面了吗？啊，正口，这条鱼大，鲨鱼夹的都有了，我感觉。正好，兄弟们，看见没？啊，看到没？老板娘，这边也140吗？140啊！丢了啊！好，1、2、3。
这个不好唱了，可以吗？唱上了，来，快快快，给我们这条鱼合个影，这是我在河岸钓场钓到的，这条鱼140到手，太过瘾了！小小的来观众来个双击，双击的鱼。到时间了，四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干了。老板娘回鱼，让我们去找老板娘回鱼了。500-700-700块钱，现在心情都很少了，不要心痛啊，不会，欢迎你们常来玩。今天300的票，赚400块钱，收杆回家，明天我还过来。好，OK，欢迎你们常来玩。好嘞，拜拜。